一个嘅发展咧，系会向好嗰方面啦。咁啊，好多人都担心咧，即系稍后会有呢个秋后算账。咁是否有秋后算账咧，就好视乎啊跟住落嚟嘅发展咧，即系政治局常委嘅组成啊，同埋跟住嘅即系人事嘅安排啊，同埋跟住呢个反贪腐嘅个路线系点样。咁如果中央特别政治局常委喺呢个嘅推动反贪腐嘅行动方面咧，系继续落实。同埋繼續係有呢個誠意打呢個貪腐嘅咧，秋後算帳嘅情況咧，就即係唔應該會出現。咁、但係如果啊呢、這個嘅路線改變，俾呢一個嘅啊類似李鵬嗰類嗰啲咁嘅人，即係啊嗰個路線嗰班即係咁嘅人繼續呢個操控啊呢一、這個嘅啊中國共產黨嘅話咧，咁即係。呢、這個秋後算帳必然啦，因為即係我記得當年呢、這個六四之後咧，即係有啲朋友同我分析呢個中國嘅當時中國嘅情況咧，趙紫陽落台咧，跟住必然落嚟嗰段期間就係、是、即係呢一個嘅貪污腐化必然會繼續惡化，係、嘛？咁因為好多支持李鵬嘅人咧。啊，特別啲地區幹部咧，基本上就係最貪腐嗰一班。啊，咁所以呢、這個啊，即係物以類聚，呢、這個必然㗎啦。咁、即係大家睇睇呢個烏坎村日後嘅發展咧，好有象徵意義嘅。即係烏坎村嘅村民嘅福祉，其實同成個中國人民嘅福祉咧係息息相關。係啦，咁、呢個我哋啊祝福佢哋啦。跟住落嚟，喂，Judy， 你个仔踢波㗎喎。係啊，佢系啊清道夫嘅位置啊，原来好坚㗎喎。唔系，但我想，你知唔知咩叫清道夫先？我知啊。唔系揸住把扫把嗰啲啊。No， 佢系咧去到咧最尾门咧，即系人哋个前锋咧已经咧好。唔系，咁你知唔知历史上最杰出嘅清道夫系边个啊？唔知要问我个仔。个个都唔同嘅，我谂，我中意巴里斯咯。哇！如果你讲最后嗰个位，梗系一般都系讲毕津巴华噶啦。咁我个时代系巴里斯嘅，三个年代啊！我哋呢度好清楚，三个年代。喂，同埋家下都唔兴打清道夫啦，家下系啊，四四二啊嘛。家下基本上唔中意打清道夫，哇！真系跟毕津巴华打嬲尾嗰个位，真系出神入化。佢不但可以守，又可以助攻，又可以传远球，又可以上前入波，真系 啊！真系当年打嗰个位真系，系咯 啊！咁讲开足球呢，哇，香港劲啊，香港。好似有片睇系咪点劲啊，知唔知道？知唔知点劲啊？系嘛？即系啲人话成个香港足球，大家睇咗片先，系睇咗片先。哇，见到未？啊，呢、這个世纪金球系嘛？即系你睇翻呢一个嘅入球呢，哇！啲人话，啱啱早几日啦，早几日喺呢个嘅香港嘅球赛出现啦。咁啊，即系啲人话呢个香港嗰个嘅即系足球呢系呢个低落。啱啱星期三呢，琴日喺立法会呢，就詹培忠有个问题呢，就问呢个局长啊，香港足球呢由当年嘅足球王国跌到落去家下嘅169位，系169。即系个名，嗰数字都衰过人嘅，系嘛？嗰数字都衰过人嘅，即系如果俾皇上讲咧，就真系点讲啊？栩形栩升，栩形栩升，真系。咁但系你睇翻呢一个金球，喂，美斯都射唔到呢个金球啦。佢似足球小将入边嗰个大智慧啊！真系、哦，你呢、這个你叫佢试一万次啊，都冇可能可以重入翻咁靓嘅金球啊！但系呢个真系，但系好讽刺噶、哦，呢、這个金球入到咧。唔系前锋入，而唔系同埋唔系想入噶、哦，系永远嗰啲系乌龙波就永远最靓死角啊、贴柱啊、眉底咁样噶嘛，系嘛？即系你睇翻香港嗰个嘅足球被即系贬到去呢个世界排名169位，咁但系即系啱啱喺立法会要质问呢个政府嘅前程咧，竟然入咗个金球，所以我喺会上我都即系表示呢个嘅讽刺啊，同埋感到呢个嘅唏嘘，即系香港嗰个足运咧，即系即系发展到家现时咁嘅地步。大舅，我知你踢波噶、哦。我踢波，我自己自细呢个波牛啦，分享下啦。咩位置啊？我乜都打，龙门又打过，前锋又打过，系咪？即系总之有需要啊，打边度啊，打边度噶啦。我哋嗱，你睇翻香港即系足球运动，其实一个最重要嘅问题咧，
即係好多人迴避去處理嘅咧，就係呢一個嘅足總嘅組織架構，係嘛？咁啊，多年嚟我都不斷重複呢一個嘅形容詞咧，就係、是、即係香港足總一日唔改革，香港足運就冇前途。咁、你足總成個架構咧，第一即係好多擦鞋仔喺裏面啊，第二好多人喺。透過呢一個嘅足球組織攞某啲職位咧，好多係即係謀生計嘅，啊，好多係謀生計，好多係借啲機會或者借黐住一啲班主咧，即係個人咧可以即係揾到兩餐，未必揾大錢，但係揾到兩餐。咁亦都唔排除裡面有一啲人咧，就借某啲職位咧，即係攞翻少少茶錢，啊，攞翻少少收入，即係裡面係五花八門嘅。咁但係當然裡面有一啲係前呢個足球員啦，但裡面唔少呢真係唔識踢波，亦都冇踢過波啊，即係做班主咁呢，咁就搵一班嘅好波嘅人撐住，咁啊即係啊，總之就交波交到龍門口去射，咁當年霍英東都係咁啦，係咪？咁你呢個嘅足總嘅會長霍振廷啊，都唔知做咗幾多年，即係我諗佢做足總會長耐過我做立法會議員，唔係佢以後有任務㗎啦，系嘛？要忙爭家產啊嘛，要咁呢個佢兩兄弟嘅事咧，冇起名啦。佢另外啲阿哥細佬，即係啲係啊，有兩個阿哥細佬爭你自己，即係佢啲細佬啫。咁個問題就係、是，即、就、係、是、你成個嘅足總嗰個嘅發展咧，係好不堪嘅。即、就、係、是、你最大嘅問題就係外行領導內行。喂，你有边一个嘅行业，有边一种嘅运动，由呢一个嘅外行人领导会有成功嘅机会嘅？好似冇嘅啫，零咯、啊，点、可能咧？即系你叫个 conductor， 你音乐啦、你揾嗰个指挥家，揾嗰个指挥嗰个叫咩名？个 conductor 叫做好多喎、指挥，唔系嗰个职位啊。嗰、那個 conductor 中文係咩？指揮家，指揮嗰、個指揮家，嗰、指揮。喂，你揾個外行人去做指揮，帶領管弦樂。真係你知唔知真係有呢個位嘅而家？擦出火花嚟係嘛？嗰、那個人負責聯絡噶嘛？咪聯絡一回事，但係唔係啊？喺個 title 係 conductor 嚟噶，不過佢唔止咁解啫嘛。唔止，係啊，有咁嘅位。係啊，係遞茶水嗰個啊。係啊，佢 conductor 啲人去遞茶水啊，conductor 啲資源點樣分配啊？喂，大佬，你作為好多嘅球會嘅負責人、足總嘅主席等等咁咧，根本喺足球組織上咧係冇乜經驗嘅，好多係呢個中途出家。系嘛？可能系啲皇亲国戚，可能系政府某啲高层事宜，就揾一啲人入去。我唔排除佢哋啲人有热诚。喂，有热诚唔一定搞得好噶嘛，大佬。你有热诚，有钱就可以搞得好啊。喂，咁你真系呢一个嘅最有钱嘅国家，必然会系最成功嘅球队啦。但事实唔系啊嘛。最穷嗰啲嘛，巴西嗰啲先坚噶嘛。系嘛？嗰啲地区吓，啲细路仔由细个就系攞住个，就算唔系足球，总之系圆嘅嘢，佢就踢噶啦，就系、是、咁开始噶嘛。咁、所以你成个即系架构一日唔全面改革，系嘛？其实阿陈生可唔可以即系因为其实我本身都好中意足球嘅。反为你讲到呢度咧，我好想即系明白多啲，就系足总而家架构系点嘅咧？嗱，足总个架构咧最荒谬一点咧，就系、是、嗱，即系香港就教住丙丁组啦，系啊，系嘛？咁佢每一个组咧，即系有一定嘅球会嘅数目啊，咁亦都有佢本身个联赛啦。咁、而足总嘅架构咧，系各级嘅代表咧，球队代表咧都有投票权嘅。咁所以好多人讲法咧、就是，就系即系香港嘅足总咧系越丙丁组操控嘅，就唔系甲组操控。哦，即系佢因为佢啲会数多，系啦，会数多。咁、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当年我都同有啲班主倾过咧，即系搞到好兴啦，啲班主都最后有啲劈炮唔做啦，就系话大佬啊，即系我摆咁多钱，乜人力物力出嚟，哇，好多时咧就受你另外嗰班人、即系操控，系嘛？咁啊，即系令到成个嘅香港嘅足运咧。即係不但呢個裹足不前，亦都係繼續不斷呢個嘅倒退啦。咁、即係喺各方批評之下，即係我哋喺立法會鬧咗十幾年啦。咁政府早幾年咧就做咗個全面嘅研究。係、上年好似有大動作嘅。係啦，一有大動作，亦都委任咗喺外邊咧，即係請咗個嘅專業嘅即係足球圈裡面嘅人咧，即係我就呢、這個重組啦，話會重組呢一個嘅足總啊，同埋咧就會有啲新嘅措施咧，政府亦都會抌多些少錢啊。但我成日覺得唔係錢嘅問題，
啊，即係個組織架構係重要，同埋第二個重要呢就係足球員嘅生計。係呀係呀。係咪喂你即係我記得我多年前有個老友踢波好叻嘅。啊！有啲球隊想簽佢，即係踢呢個嘅甲組。佢嗰陣時唔知係十八九歲到，4000蚊個月。佢最後決定唔簽。佢話：喂，我簽完之後，到我三十零歲嗰時候，我即係食乜啊？係嘛？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嘅即係球員嘅生計咧，當然你睇得好嗰啲啊，即係譬如你啊，三道士啊，咁啊，大眼波咯。你鄭少聰高峰期嗰時成十萬蚊個月㗎，係嘛？咁即係會有啲高薪咁，但係即係你嗰個嘅普遍嚟講，好多即係足球員話就話係呢一個嘅啊職業。咁但係所收到嘅薪酬呢其實係即係好微薄嘅。其實你講緊係即係普遍運動員嘅生涯啦，我哋有個李麗珊啦，奧運金牌啦，其實呢一啲如果喺外國呢佢基本上呢佢好多廣告係接唔晒㗎啦。咁你香港嘅市場細啦，咁但係喺架構上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我即係其中一個建議，即係俾個政府呢就係、是、喂你香港啲足球隊可以同某啲嘅大公司掛鈎，譬如中電加價啦，係咪一年賺成過百億。咁譬如你喂中電負責一隊球隊咁當然個領隊另外要搵啲專業人士管啦。咁啲足球員呢喔咁係喎，真係冇方法。係啦，啲中電呢就譬如可以請啲足球員。咁足球員呢可以係技工，可以係保安，可以係司機，可以係行政人員。咁總之呢佢喺球隊嗰段期間呢佢練波同埋出賽等等呢可以用返工時間。即係咁令到佢咦佢唔踢波之後呢、哦、都有一份職業，有份職業俾佢斷咗腳都唔使休，即係冇生活。咁佢嗰份正職呢就照出糧。嗯喂你中電咩嗰十幾廿個球員有乜所謂啫。是吗十岁啦。是吗咁、啊、所以即是如果啲大公司能够同啲球队挂钩呢跟住就系地区。地区呢样嘢我讲咗多年最后都家都不断落实緊啦。是吗即系其实你睇返人哋欧洲又好全世界又好呢球队一定有地域性。有地域性有个好处呢系能够建立呢个观众群嘛。是吗譬如我系荃湾嘅支持荃湾队啦、你屯门嘅支持屯门队啦。我睇波㗎系啊。深水埗啦。咁你十八区。咁你十八区咁未即係起碼有一定嘅數字啦。其實我當時嘅建議呢十八區呢應該就九隊甲組九隊乙組。咁你嗰個區隊呢就有機會打上甲組或者打上乙組。即係 regulation。總之你未升班降班。你有升班降班囉譬如兩升兩降又好點都好係咪即係你有個升降制咁令到十八區都不斷咁你乙組嗰陣時繼續打呢都可以保持嗰個嘅即係地域㗎嘛。咁你譬如十八區咁起碼十八隊九隊甲組九隊乙組咁樣打落去嘅話呢係建立地區一來嗰個地區培訓可以有啦係咪凝聚嗰啲就凝聚嗰個嘅即係觀眾群亦都可以有啦係咪咁啊不过唉你家呢个政策。点解做唔到呢系剛才你讲即系我觉得讲得好好㗎喎。你咪捉啲賺得多钱嗰大企业啦揼个心口啦每年揼1000万返返。你家冇个政府嘅官员系即系有咁样嘅心去做㗎嘛。同埋负责足球运动嘅有关人士亦都冇咁样嘅心去做㗎嘛。佢哋嗰啲都系一个过客系咪喺度过一段期间即系可能即系攞啲钱出嚟威一轮。点知唔系威点知越做越丑。是吧即是不但自己出丑更加令到香港蒙羞是吧咁所以即是这个即是 169, 可能低处未见低的可能仲会再跌的。但我今朝睇到新闻是很正面的即是说他会在地区起多啲场起多廿个。根本就不是场的问题。讲即是如果你讲返一个城市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的足球场呢随时多个同埋靓个李若熱內路。隨時多個靚個，喂你睇下你睇下，喂淨係觀塘啊，連草場、石場啊，有22个啊，有20几个場啊，你睇下香港幾多個大型足球場、草場同人造草場，係嘛？你全世界邊度有一個城市有咁多咁靚嘅場啊？係嘛？即係你試下去全世界周圍去睇咧，冇乜地方好似係香港咁多咁靚嘅場。咁所以你話球場係一個問題，呢個係廢話嚟嘅。是吗咁所以即係。我就话我好开心啫因为我 book 场冇咁难。你知唔知而家立法有啲场差咗几钱呢 ?book 场一样难㗎喎。差咗几多钱啊即係。700蚊。贵起码贵一倍囉。係啊。你700蚊。一场应该300蚊。700蚊未平囉。
700-800蚊，系咯，350-400蚊，即系贵一倍，系咯，应该贵一倍咯，系嘛？咁你而家呢啲炒场嗰啲啊，几廿年都系咁啦，系嘛？咁呢、這个，总之成个足球圈，我啊觉得呢一个嘅乌，即系乌里单刀，继续咁落去嘅话咧，169迟啲唔知满跌到196。冇咁多位俾佢排，唔知冇咁多，唔知几多队咧？应该数下几多队先，应该得170嘅啫，170嘅咋系嘛？唔止系嘛？唔止，你唔好咁伤我心啦。冇啊，早几年跌到呢一个130几嘅时候，我都同啲朋友讲啦，姐，我话低处未见底，一定会继续跌嘅，因为你睇佢嗰个架构系嘛。我听翻有啲我时踢波都同有啲甲组踢噶嘛，有啲现任甲组，一啲前甲组踢噶嘛。咁啊，先听佢哋讲，早年几两年前唔知打呢个外围赛，我唔知打东亚定打咩外围赛，去到呢个嘅东南亚某啲嘅地方。哇！啲酒店又差，啲安排又差，系嘛？根本成晚瞓唔到觉，咁第日点踢啊？即系你根本成个足总嘅行政架构混乱不堪嘅。喂，我个球队出外踢波，你系咪应该有啲人协助啲球队，确保衣食住行嗰啲可以得到基本嘅照顾？哇！到时去到咧，总之就混乱不堪，系嘛？即系总之就即系瞓啊瞓得唔好，食啊食得唔好。咁到時踢波仲要踢到一劈屎咁咯，你乜計啊？係嘛？你唔係淨係話靠臨時俾獎金嗰一剎那噶嘛？即係你係好專業噶，你足球嘅組織，即係你除咗即係呢個嘅日常培訓啊，嗰啲嘅球員嗰啲嘅即係質素同埋訓練之外咧，你好多嘅行政管理係一套學問。同一套好有系統嘅架構嚟嘅，咁你揾啲越業嗰啲，成日揾啲擦鞋仔，即係去負責呢個安排嘅話，根本就一來佢冇咁樣嘅專業嘅知識，或者冇咁嘅心；第二咧，未必有咁樣嘅時間，咁可能佢自己都未必即係有好高嘅人工，係嘛？咁變咗佢哋根本就冇心去做呢樣嘢。咁知唔知喺亞洲嚟講排名最高係咪日本啊？日本、韓國唔知邊個高啲咧？要 check 先、咁啊，呢个唉，讲起呢个香港足球嘅情况咧，就真系好似等同呢个民主政制发展一样，都系咁唏嘘嘅。倒退系嘛，都系倒退仔啊！香港民主咪用咁多擦鞋，香港民主發展咪咁多擦鞋仔，大佬擦鞋仔更加好酸添，系系咯，即系呢一个嘅都系要改革啊！民主嘅即系泛民组织唔改革咧，香港民主冇前途；香港足总唔改革，香港足运。都系冇前途啊，都好似。OK， 咁啊，嗱，即系呢个足运嘅情况，同埋香港民主嘅发展嘅情况，都系咁令人啊，即系黯然神伤啊，简直系嘛？点解我会提日本呢？其实日本真系好多好嘢嘅，就算煮碗面呢，嗱，你唔好喺度歌颂日本啦，我哋呢度好多反日，我哋呢度好多反日嘅情绪喺度嘅。嗱，讲翻香港。讲翻香港，有啲咩值得高兴嘅嘢咧 ，Judy 啊，个冬至讲啲高兴嘢啦，唔好连续，唔好连续讲呢个正能量咧，就系因为我加入咗你哋咯，所以都系呢一年咧，我都觉得咧系获益良多嘅。嗱、你讲翻即系正能量咧，嗱、跟住即系落嚟，眨眼过年啦，系嘛？咁跟住眨眼就呢个嘅即係下年又出又呢个立法会选举啦。咁人民力量早前做咗呢个嘅集思会之后，咁都开始发展啲地区工作啦。咁地区嗰度啊 ，Raymond 你都帮緊手㗎喎，係咪？係啊，咁礼拜二我出席咗个地区嘅座谈会嘅，喺屯门嘅。咁就其实我都好惊喜，其实都好多街坊出席嘅。咁一路以嚟呢，我哋都系觉得喂，会唔会淨係选举先会咁多居民出嚟帮手？即係平时佢哋即係唔吹鸡，佢哋唔出嚟呢？啊，原来相反㗎喎。即係当我落到区真係同啲居民倾偈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其实好多人都有团伙啦。即係真係想帮你哋，又或者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啊，即係 order 订派传单啊，又或者搵我落去帮你執下嘢，即係之外。即係其实好多人都有意见嘅。咁但係好坦白讲，即係啲意见就好 diverse 嘅。即係有啲可能一讲出嚟，哇係喎，从来都冇諗过。即係譬如讲喺屯门开个座谈会，就席间有位梁生。即係我諗我哋係好少諗下，就係话真係嗰种地区工作系点样做。
同埋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要爭取多啲人支持，點樣去爭取多啲人支持？咁佢就提咗一個好即係幾好嘅參考點啦，就係話你哋有冇興趣，即係諗下點樣去進入學校呢個圈咧？係接觸下啲家長教師會嘅人啊，同佢哋傾下，會唔會喂揾多啲鬱文啊、大狗佬？喂，但係其實共產黨做咗好多年㗎啦。明白啊，咁但係問題佢哋有佢哋 fans， 我哋有我哋 fans 噶嘛。咁但係你要你見上年鬱文唔係上年係今年添啊，即係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鬱文去咗幾多地方講呢啲？喂，成個教協都俾呢個民主黨操控啦。都要擺個姿態出嚟，我哋都有樣咁嘅嘢噶嘛。問題就係話，即係好簡單講歷史。喂，我以前中三嗰時歷史聽個 Sir 講書啊，講想死啊，瞓覺咁滯嘅。唔係，即係聽鬱文講歷史啊，聽到哇眉飛色舞。即係鬱文入學校講拖呢個一個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要所謂人民力量嘅支持者願意行多一步咧，其實又唔係咁容易嘅。嗯，即系你睇翻过去嗰廿年咧，即系呢一个嘅群众组织咧，基本上都系共产党推动同埋操控。咁呢个睇到，即系民主派，就算你讲翻呢一个民主派喺议会最成功嘅年代啊，即系喺地区上嘅工作嘅推动咧，都系好弱嘅，即系冇组织、冇计划啊，即系亦都冇特别嘅人事安排去，即系就翻啲重要嘅组织发展咧，去试图咧系即系加强嘅影响力。即系唯一过去较为做得较多嘅咧，就系争啲业主立案法团。系咁呢个系民主派喺好多地区都好落好仗义，好仗义，好热衷，同埋都几成功嘅，系嘛？咁跟住就啊，有法律背景嗰啲做埋呢啲法团嘅顾问啊，咁跟住咧就透过呢啲嘅专业嘅服务咧，其实就系变相嘅利益输送，即系变相嘅蛇仔病种啫，系一样嘅啫，其实、咁啊，跟住有啲居民去熟嗰啲街坊，有法律问题嗰时候就唔收佢钱啊，咁其实又系即系呢个。蛇仔病種一樣嘅，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嘅即係群眾嘅工作咧，咁其實唔好話淨係人民力量啊，成個泛民咧都應該要關注。其實我當年喺港同盟年代，即係斬埋十幾廿年前，我已經提，就係、是、其實咧你個基層嗰個組織咧，其實即係每一個嘅市民，特別支持民主嘅朋友咧。即係可以喺自己生活範圍裏面做多少少呢，可能對成個民主派特別對人民力量嗰個發展呢可能好大幫助。譬如好簡單，互助委員會。嗯。係咪、嗯、即係譬如咦你自己肯，因為互助委員會好多係冇人參與，亦都係唔夠人嘅，到時都係臨時拉夫。去到大圍收穫開始好多人。咁譬如你即係願意係參與一啲嘅地區組織嘅，咁你即係首先參與你自己嗰座嘅互助委員會咧，私人樓宇就好多冇啦，私人有法團嘅業主會啦。咁但係如果住公屋啊，同埋一啲較為舊啲嘅，即係冇法團嘅樓宇咧，同埋商業大廈都有互助委員會嘅有啲，咁你可以即係參與呢個互助委員會，咁啊做委員又好，或者做啲職位又好，咁透過呢啲職位咧，係多啲同地方或者地區嘅人士接觸咧，到選舉嘅時候可以發揮好大影響力嘅。我有時數啫嘛，嗱，譬如你有即係某啲嘅選區，有啲咧成二十個互助委員會嘅，但係今日基本上啲互助委員會咧八九成係呢一個嘅即係親中親共嘅，因為咧傳統嗰啲嘅舊區，特別啲公屋區咧，你見到好多互助委員會啲核心成員咧，全部都係前工會啲退休人士，即係佢哋以前係搞工會啊，咁退咗休咧。咁就跟住呢就參與互助委員會，好多做咗主席。即係我見有啲公屋裏面呢，差唔多呢個嘅互助委員會裏面嘅成員呢，大部分係前工聯會嘅成員嚟嘅。咁佢哋基本上明顯係一套嘅即係策略啦，一套策略亦都一個共同嘅即係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工作啦。咁因為老實講，即係參與互助委員會又唔使花好多時間。咁但係你有資源嘅喎，政府每個月即係有贊助，你亦都可以申請各方面嘅資助啊，可以搞旅行、搞活動、搞敬老活動、搞啲嘅，譬如你互助委員會可以向呢一個嘅即係民政處或者向區議會申請錢搞呢個中秋啊，即係呢一個嘅花燈咁晚會，有時數以萬計嘅，有時你可以申請三五萬搞一個嘅中秋晚會。咁呢个又系透过攞呢个公共资源喺地区上同群众即系建立关系嘅啫嘛。咁所以
即係地區工作，即係如果你問我，唔係唔可以做，唔係唔可以，唔係唔識做啊。而係個問題就係、是，多年嚟咧，越係支持民主嘅人士咧，係越不俏同埋唔願意參與啲地區嘢。咁所以地區多年嚟可以係半真空嘅，半真空嘅、哦。咁你既然咁样真空，你未俾呢一个嘅共产党喺过去嗰廿几年，慢慢慢慢渗啊渗啊渗啊，咪越即系越嚟越壮大咯。嗯，系嘛？咁、嗯、除咗几个大屋苑嘅法团啊，因为你做法团咧，个质素又要高啲嘅，个能力又要高啲嘅。咁佢哋嗰方面咧就可能差些少咧。有时有啲嘅即系屋苑嘅法团，特别中产嘅法团咧，佢哋未必做到。咁但系呢个系以前嘅事，近年咧又开始改变啦。近年你睇到呢一个嘅亲中嘅人士呢，即係操控法团嘅情况呢，控制法团嘅情况呢，亦都越嚟越多。咁因为佢哋年轻一代成长啦嘛，你见到佢呢次区议会选举好多都系大学毕业甚至系硕士，係咪？即係同埋你諗下，民建联二万会员，係咪？佢二万会员嗰啲唔系淨系啲老人家嚟㗎嘛，好多系一啲嘅年轻嘅才俊，係咪？识走位，亦都真系，所以好聪明嘅人，唔单止互助委员会嘅，即系其实即系以我自己系，即系其实我都算半个过来人啦。即系点解突然间会咁中意睇新闻啊，成嘅咧？其实系经过咗个立案法团啊，要大维修啦，咁所以要参加呢所谓嘅地区工作。但系我亲眼睇到咧，即系而家亲中团体啊，又或者其实有啲人真系中钉嘅嚟法团去攞议席啊，其实呢啲嘢已经系越嚟越严重。咁其实我喺自己本身住紧嗰度咧，其实呼吁咗好多次，就系话喂，如果你有时间嘅落嚟法团睇一睇，又或者法团开会嘅时候，不如你来列席听下都好啊。咁但系其实普遍即系居民参与嘅意识系低咯。咁、所以我呼吁即系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咧，即系好，你见到呢一次区议会选举我哋嘅。惨痛嘅经验呢，咁就当然人民力量嘅系统我哋家做緊啦，我哋家就五区，即係按立法会嘅选区啦，新界东西、九龙东西同港岛五区成立办事处，跟住喺区里面呢按区议会成立服务处啊，咁啊早几日呢就係屯门嘅服务处开会呢，咁佢哋就正式会即係成立个服务处嘅启动嘅工作啦。启动嘅工作啦，咁跟住呢就确保喺每一个细区议会呢都成立一啲聯絡點，係嘛？咁揾一班嘅朋友咧，就可以做聯絡人。地區上有問題，可以即時向我哋提出，亦都地區上有嘢做嗰陣時咧，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去推動。嗯、啊，即係我哋當然冇能力搞咁多蛇齋餅粽啦，亦都冇能力啲專業利益嘅輸送啦，係咪？咁但係啲地區問題，喺爆水喉啊，有人跳樓啊，或者係啲地區即係出現一啲嘅。譬如基于一啲嘅设施嘅问题，导致到啲人命伤亡或者系意外啊，咁我哋可以好快即时咧，系向政府迫使政府去改善反应咧，有时可以即时即系帮到啲街坊咧，咁令到地区嘅居民都觉得咧，只人民力量唔系净系识去请愿示威，亦都帮居民做嘢咯。咁、所以呼吁即系各位支持人民力量嘅朋友咧，大家行前一步，啊未参与嘅就尽快同我哋即系联络，咁可以喺地区上。同我哋嘅系统建立一啲嘅即系连锁性嘅关系咧，咁导致到即系人民力量嘅工作咧，可以逐步开展咯，好嘛？好，我哋休息翻嚟听电话，个电话系28927841。Yeah!
发表表达。反者中国，反者中国，反者中国，支持维权，支持维权，完全登报，完全登报。日本人就在你家打，打完之后就抢你的东西，有人帮你了，喂，我来帮你打走个贼咁。连山部队绝对不可以退过黄河，渡过黄河，南渡进入河南，你就死都留喺山西同日本人一齐过。哇，这个凄凉系咁凄凉。就突然间条友就行出嚟咯，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匿名嘅紫勇女子啊，佢叫刘凤玲，结清百年历史，重新开走到现代中国。与你共同探讨历史乐与怒，辛亥百年话沧桑。逢星期二晚十点，有麦叶成、谢宇芳、钱建荣同你一起细说中国。制约扶倾，义无反顾；四面受敌，百年不顾。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好，继续冇黄毓民嘅毓民频道，咁啊，毓民咧就去。